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贾。中午这个饭点忙过去了，然后我也饿了，就吃点饭去。上二楼这家去吃吧。他家还行，味道挺好的。老板跟老板娘我还认识，关系挺好的，就能上他家拿餐，一回生二回熟，都熟悉了。你把个眼给我收回去。咋了这是？ 你在干什么？一天天的，让你气死了都。怎么了？现在你问他自己怎么了？现在来你家吃点饭呢，怎么这么大的火药味啊？你问他自己。操，垃圾桶都踢翻了，你俩真是。让他自己弄起来。哎呀，我给你掂起来就行了呗。咋了？上火吧，弄点东西这放那放的，用的时候都找不到。这下丢了，满意了吗？什么丢了？钱包、身份证里面还有钱，银行卡都没有了。哎呦，这钱包怎么还能丢呢？你问他，随手乱放东西。哎呀，放哪去了？咱不知道，放小筐说是。小筐？车子小筐里。那个电动车小筐里边？对。怎么能放那里边？谁知道他怎么放那里边？车放在那个通道那儿，刚刚要身份证找没找，要钱包找没找着，去找就没有了。行了行了，别吵吵了。再说。以后都不吵吵了，你尽量动手的就得动手，就不吵吵了，吵吵没有用。再说了，他也不是故意的，对不对？你等会儿来给你媳妇道个歉就行了呗。电话响了，谁电话？不用管。你找我看。超市，哎，超市小胖给你打电话。喂，你好，你拨打的用户正在生气，请稍后再拨。你笑啥呀？笑什么笑，还有脸在那笑，严肃点，把你的牙闭上。对呀、露出你的牙来。你还笑呢，你看你给你媳妇都快气炸了，你还笑。水真不能卖了，真让你扣掉气了，你看真扣掉气了，看看。1块钱一瓶的水都让你扣掉气，他怎么卖？你昨天你怎么还管你人家叫宝宝呢？今天就。宝宝个屁，还宝宝。今天就变成爆炸了。就这样的，三天不打上房揭瓦了，我看是。行了，你也少说两句吧。我上火，我还少说两句。我这心中的怒火怎么办？你现在上火也没有什么用，你吵他也没有什么用，你得解决这个问题。七号口那个地方那块是都是你们二楼的这些那个商户放电动车那个地方，放电动车就是外边这个行人很少去走。也有有收垃圾的，包括那个。对，但没有那么巧，你知道吧？那个你这个东西你得上那个去查监控，你现在你在这地方老一直说他一直吵他根本就一点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丢好几个小时了，你再吵你吵到明天一点用没有。你现在上物业去查那个监控，他只要是不拿出一万达就好找。谁知道拿没拿出万达去了？你这个东西，你这个东西什么东西不能那么绝对吗？你不找你。不去，你要是尝试，你有50%的可能性能找回来；你要不去尝试，那就是100%失去了。失去就让他自己再想办法吧。他想办法，你把他头嘎下来，他也想不着办法。去查监控去吧。去查监控去。去吧。你怎么不去啊？哎，你去吧，他也不会说话。天天的管啥不能干，就闯祸一个顶俩。哎，哎。怎么了？那个查监控的时候给人家物业那块买两包烟啊。好啊，买两包烟好说话啊。知道了。天哪，咋样，把你媳妇支走了好了吧？是不是脑袋里边老清醒了？现在我还没吃饭呢，就给我做点饭吧。行，那你吃啥？还给我来之前我买那个套餐呗，18块钱那个。好，好，行，那你坐啊。行，那个
不要金针菇，少放点辣哈。快点哈，快饿死我了都。好好好。